找妈妈。红绿草地上，一只小白兔蹦蹦跳跳地跑过来。小白兔的眼睛是什么颜色的？好大的萝卜，它是什么颜色的？萝卜真好吃。多好看的背带裤，它是什么颜色的？小兔穿上背带裤真神气。好漂亮的房子，它是什么颜色的？小兔住在里面真快乐。找妈妈。一只小鸡找妈妈。叽叽叽，小鸡找到了妈妈。一只小狗找妈妈。汪汪汪，小狗找到了妈妈。一只小猪找妈妈。喂喂喂，小猪找到了妈妈。一只小河马找妈妈。汪汪汪，小河马找到了妈妈。一个小宝宝找妈妈。哈哈哈哈，小宝宝找到了妈妈。帽子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一顶帽子。小象戴上帽子，哎呀，帽子太小了。小象把帽子送给小山羊。小山羊把帽子戴在自己的脚上，这怎么行呢？小山羊把帽子送给小刺猬。小刺猬把帽子戴在身上，这也不行。小刺猬把帽子送给小乌龟。小乌龟戴上帽子，哎呀，帽子太大了。小乌龟把帽子送给小弟弟。瞧，小弟弟戴上帽子，不大不小，正合适。袜子。这是什么呀？小猴、小兔和小老鼠都不认识。小兔把它们套在耳朵上，当成两只耳朵套。小猴把它们套在手上，当成两只手套。小老鼠把它们当成枕头和睡袋，晚上睡得又香又甜。宝宝把它们穿在脚上，原来这是宝宝的袜子。洞。小老虎的椅子上有一个洞洞，小老虎坐上去压不到尾巴。小狐狸的椅子上有一个洞洞，小狐狸坐上去压不到尾巴。小猴的椅子上有一个洞洞，小猴坐上去压不到尾巴。小松鼠的椅子上也有一个洞洞，小松鼠坐上去压不到尾巴。宝宝的椅子上没有洞洞，因为宝宝没有尾巴。小乌龟会爬，宝宝也会爬。熊猫宝宝会坐，宝宝也会坐。小熊会站，宝宝也会站。
小鸭子会走，宝宝也会走。圆，这是什么形状？这是一个圆形。小猫要找一找哪些东西是圆的。太阳是什么形状？太阳是圆的。汽车的轮子是什么形状？汽车的轮子是圆的。钟楼上的大钟是什么形状？钟楼上的大钟是圆的。海狮顶的球是什么形状？海狮顶的球也是圆的。啪！一块香喷喷的大面包，老鼠吃起来。袋袋里装着是什么呀？是白花花的大米。老鼠吃起来。盒子里装着什么呀？是五颜六色的糖果。老鼠吃起来。一本好看的图画书。老鼠吃起来。气球是什么味道呀？老鼠也想尝一尝。啪！哦，气球爆炸了，老鼠吓一跳。